所以信耶稣吼，都是应办的问题。所以听我讲信耶稣这阿牧师啦吼，实在真久。啊，被教授伊个大兄，咱边教会牧师，啊，那么中文中文诶，当时啊，真久吼。啊，在啊，听新闻，这项目咱拢是一位创造神所创造的。啊，是金班的当金班，啊，所以这个金班吼，所以是爱做那些精力，啊，精力有当有对象，咱要找个对象的时阵吼，就是找挑选对象。比如讲政府咧请教，啊，大家会爱普渡啦，会爱拜拜拜神，这不管这咧对象，咧找迄真正的神明，拢会经过这个过程。啊，经过过程的时阵吼，像咱咧。啊，台湾前途嘛是，咱在讨论咯。我台湾前途到底是爱对一条路较对，啊，拢提出来，咱咧包括台湾的政治司法，都爱有一款的经历出来。啊，这经历咧，咧超出时阵咯，就是我提出，即我所提的这主旨，啊来含大家做参考。哦，在做那外外赛，外外赛是。我亲情做介悬的财政部的处长啊，亲戚到底是即摆退休啊，后一个到的，我交换啦，我交换一下吼。啊，是，无论讲啊，以前有忠诚无忠诚，另外是咱爱做一个人，啊，一个人，伊要做对一个人，那真简单的问题。伊世界各国，我来美国，我生在美国。我老爸要入美国，敢若生入美国，我入美国啦。我有一个我的大弟啊，啊，就伊去啊研究所，啊，可能不了。啊，本来生一个左脚就是骨折去啊，吼。我心不煞有心，啊，伊是要转来生的，袂使上飞机，五个月。啊，所以入美国生，所以有那美国这块事，我第一个第一个笑，你是美国人啊，当然啦。因为伊会当做美国人，但伊到十八岁时阵，伊就决定，但伊就是在伊来，由于要放弃，也袂做美国人。啊，总是爱有属于一个人，啊，咱介比起来，台湾人，台湾人好直接生出来，就是有中华民国的这个所谓的国籍。但中华民国这个国籍发生问题咧，咱三啊吼，迄、那个。英澳、澳门都是有的吼，健康啊，讲话不方便啊，这是真好。啊，这是国际运动会，包括七国的世界运动会，咱大家国家吼，拢是对一个国家、对一个国旗的。啊，那台湾，也许讲是，啊，你讲中华民国的旗也无办法，明星要做中华台北，啊，更加压的就是。诶，叫做丰都国中，这个丰都国中是伫总统的头前一个国中。你校长竟然叫学生啊，举家己的旗是中华台北，迄就是国旗。但是伊举一个中国正中国国旗，五千旗，奇怪。你若要替大国吼，毋是干啦？中国国旗，而且开幕的时候，伊无来参加，谢嘛无来参加。啊！你叫这学生咧讲，也为甚物也中华台北？啊，可能也这个五千旗台北中国。你若要替外国学院，都国国旗拢要分啊，普通嘛拢替家己的国学院，但是你若讲世界讲吼，心拢真宽。啊，然后外国队啊，替外国队学院会使。那咧分干啦，分这个五千旗，这包括这校长和学生吼，已经啊。就是概念多问题。今仔咧讲彼岸吼，实际上这个情况咱是啥呢？今仔不是讲，今仔单是咪前总统到底有贪污无，各有机要会有无？主要是这個问题。咱若讲老蒋两个小蒋吼，因拢无这個问题，是最大问题就是从开始。因根本要用哪就用哪。我简单讲一个例，我亲身拄着一个国有财产局的科长。我雷记老师不理我，伊讲哦，宋美龄叫伊干哪呢？这个土地顶头命令，要予一个将军
啊，就窒息了啦。我以前我住伫高雄嘛，拢做十三叫我土地，我十三土地足济嘛，哦，都去派不上的上。啊，人家知影就衣衫崩掉，伙伴小姐，看我讲送啥物？哦，迄就是之前讲诶，迄个放假，伊含放假拢有亲戚关系，对，规个饭店拢伊咧，拢伊咧，就是等于伊个同款，那是国家的财产，是看介严重咧。进国民党产，我那含林永松律师，迄阵也做总统的时候，交代交通部过十三个查出来，包括中共真侪土地是国家的，啊，转去国民党，进进来官司吼，要伫高庭法院后赢后输，啊，竟然一件吼，无要请我做律师啊，都推销，你看，这是我拢安尼简单下地啦。我你讲伊刷饭店，我拄到一个总经理，伊在混到伊伫边啊。伊讲哦，宋美龄遐个厨师啦，拢是伊刷饭店派出去啊。啊，即款哦，伊拢无代志啊，因家己钱变做用代志啊。啊，变好讲，即摆牵话牵涉是两条，我就是即个拜托吼要宣传哦。啊，即个宣传哦，我也有些。一点话无几多呀，哦，那边来小数，不讲你小数了，不但话无多，一点话无几多呀，哦，因为这用这个贪污治罪条例吼，就是够无几多呀，伊袂当死刑，那无几多呀，较早有死刑，啊，这一点话无几多呀，你看三界的冤案，普通哦，检察官申请押，那起诉了普通的无可押。起诉了个啊，审判了啊，到辩论的时候啊，我即款的审判官已经不是裁判，已经救援啊。我那知影两边咧比赛啦，那这个哦裁判咧为什么来？哎，画上就上来，哎咧我加队就我加队，啊不等咱从这一队的来拔脚拔手，快来这拔脚拔手啊！一个快来这人出来咧辩论。你看谁是无需要变啦？哦，不然变总统谁？不然拢变讲，你落尾我讲拢是假讲，但无讲过。这个媒体，咱台湾这个媒体咧办案咧，甚至检察官都咧讲啊，叫媒体安怎报告？我既然做起诉的证据了，所以这事案哦，即马不是咧哪里问题？我所讲，咱中国律师工会。我本来就无参加，哦，我知影讲话，万一有总统要去，哦，伊无资格去参加律师工会的这个总统的事件，因为你参加这個，你爱尊重法律的独立公正，伊基本无资格通做这个代志，啊，所以含顾立雄，哦，顾立雄你知影那是含我同款，以前我拢啊，伊是阿扁的总统，我是阿扁社啊律师，我啊，阮落尾，哦，拢。特别理由啦，啊，伊嘛是披色的辩论师啦，阮都要去找委任哦。但伊的原因我唔知啦，啊，我原因是真清楚，就是讲，陈志忠咧认罪，啊，唔知认啥物罪，啊，因厝的人，我讲啊，恁寄认罪，啊，你无认罪，啊，你是借你的名寄钱的呢，哦，啊，伊就受着啥物原因，我歹势讲啊，我去拢伫因兜啊，专家啊。做总统替你写声明，替那伊也讲我替伊发表，啊，即款我哪接袂落？哦，啊，我的目的是要让伊讲啊，当咱台湾人替伊关心，当然我派件来替伊辩护，但是最重要就是讲，伊真正咱在座各位嘛，咱是接教会来替接那高级职，咱对于马国医师、马凯博士、马国医师个人，大家唔知，伊较早来。啊，对这个南部起来吼，都一百小四年前了，哦，啊，马家意思咱个知无？因为马家第一，啊，这就是咧，反正讲做一个人，都爱真正照上帝意思做，啊，做人都爱真正会当。